期的《非诚勿扰》请来了特别嘉宾郭德纲，现场的观众都特别激动，都知道郭德纲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，孟非在他面前都差点顶不住。网友都说能镇得住郭德纲的也就只有赵本山了，一个说相声，一个演小品，这两人放在一起能笑一整天。郭德纲气场十分强大，好像他成了主持人，孟非成了嘉宾，一上台就把节目的名字给改了，还说了一句欢迎大家收看，非常了得。孟非对他简直没有办法。非常了得是由孟非和郭德纲一起主持的一致答题脱口秀节目，现在好像没有更新了。作为曾经的搭档，郭德纲今天是来给孟非的节目助阵的。郭德纲和情感老师坐在一起，这一期节目因为有了郭德纲的出现，非诚勿扰的收视率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节目中还有34岁的女博士向郭德纲深情告白，这么优秀的相声演员，有很多女孩子青睐也是自然的。但是在女嘉宾演唱《青藏高原》的时候，郭德纲实在受不了了，对着孟非开玩笑的直说老孟报警吧。这就是郭德纲身上自带的笑点，不超过三句话绝对能把你逗笑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这两个光头在一起可以开黑了。郭德纲虽然拍戏不行，但是在主持界和相声界还是非常有权威的。网友都劝他好好做老本行，别拍戏了。你怎么看呢？本文纯属原创，未经允许禁止转发抄袭，违者必究。